大炮 AK 跟我 PK 爆破团队图什么罪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成哥，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王者轮回第三季 3.0， 好吧朋友们，也是昨天嘛，好多粉丝都走，我说辣椒哥快点快点，王者轮回出来了，快来抽吧。 OK 啊，那么咱们今天就来测试一下，这个是12把宝箱，10个符合比60一次，我们看看60可以抽几次啊。准备了是4000 QB 啊，准备了4000 QB， 我们来抽奖好吧，看能抽出来什么好吧。本次消耗2哦，选择你心仪的道具。二要大炮吧，好吧，我们要大炮吧，其他的都有了。这个的话要刀、手枪、上手枪，对，弄个刀吧，好吧，弄个刀吧，这样子吧，好吧。顶级奖励一开始就无法的，对，我不要了啊。本次消耗2，它这个是不是固定的呀、啊，朋友们？应该是吧。第一个哦，固定的，固定的啊，固定的，大家看到了吧？第一个2，第二个4啊，大家记住次数啊，记住消耗的这个东西啊。蝴蝶刀，第三次是蝴蝶刀啊，然后这次24个，钥匙不足啊、嗯，它这个是个固定的，原来如此，懂了懂了懂了，钥匙不足，呵呵，这个 CF 这个固定套路是跟 QQ 飞车学的，呵呵，雷神暗月那啥里面经常喜欢玩这种固定套路啊，我们看这个能出多少吧，好，我们直接抽吧，好吧，我们直接抽吧，看到最后出多少吧，好吧，直接弄好了。抽啊，继续抽 ，AK 无影荣耀库本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真是头痛啊！再来，再抽，尼泊尔火麒麟，现在还有四个，大家看到了吧？现在还有四个，左黑武士手枪雷神，然后就是大奖了，就是35，一个钥匙，咱们来算一下，一个钥匙是6块钱，十个钥匙是60块钱，35个就是36，就是200块钱。200块钱买吧，朋友们，这个肯定要买好多的，要买好多。它战存项力肯定也可以分解的，可以看到没有？可以分解，不过分解了肯定就不划算了，咱们不分解，咱们不要分解，肯定不要分解，分解谁分解谁亏啊！然后出来的雷神啊，雷神还是先出来的，这个不错啊。雷神还是先出来，我以为会这个最后再出雷神，这下子完蛋了，这个小手枪需要60个，我的天哪，60个。6636，这一个小手枪360，你看对吧，跟想象中一样，135，我的天，600块钱一个，我去，大家发现没有，最后一发600块钱，真坑啊。我们现在还有多少 QB， 刚刚4000 QB 啊，现在已经进去1000了，大家知道吧，真的好贵啊，好贵啊，说实话，天美就喜欢玩这种套路，知道吧，弄这个枪弄得特别特别的贵啊，恶心死了，对吧，太脏了，说实话太脏了。大家注意看那个消耗的次数，消耗的次数我就不说了，这次是135，大家就如果对这个哪次消耗次数不一样的话，可以把视频多看两遍啊，多看两遍的话你就可以翻一翻历史，就是前面嘛，翻一翻前面，然后就知道这个花的是多少个钥匙了，说实话啊，是真的是太无聊了，呵呵，准备了，反正咱们准备的肯定是够的吧，对不对，准备我专门就是多准备了一些，准备了这个4000 QB 嘛，来啊，再抽一下王者之风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最后两下是固定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，135，都是135，还不错还不错，都是135，可以解锁可以解锁，我们来吧，把它这个搞掉啊，两次是固定啊，没有说135之后再加135，我们算一下135多少钱好吧，朋友们，135乘以6，135乘以6，100 600 3 6 18，哦，800块钱，等于800块钱一把枪，大家知道吧，等于800块钱一把枪，800块钱一把这个王者的黄金枪，还行吧，还行啊，朋友们，只能说这个是还行啊，够了，应该够140啊，来抽，肯定是王者之怒了，对吧？这都不用说了，这个是肯定的，这个对吧？你看又到头了，又重新选择奖励啊，稍等会儿再选吧，我们先看一下战存箱吧，好吧，批量发送到邮箱，先把它都选一下。咱们先把他们都发到邮箱里面，好吧，朋友们，抽了这么多东西是挺难受的，说实话，虽然说没啥用吧，但是咱们分解了更浪费啊，倒不如直接对吧，这个发到邮箱里面，批量发送到邮箱，发送啊，发送啊，我让你发送，天哪，那什么鬼，对不对，这是发送个邮箱都这么难，我也是醉的，脏死了，脏死了，天美，天美啊，你脏死了，快点，诶，天哪，废了，朋友们，不让发送了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你看啊，我们来，你看哟，哎呀妈呀，完蛋了，朋友们，你看咋点也不管用啊，怎么点都不管用，废了废了，
哎呀，这下子完蛋了，这抽完奖了不让那啥。那我们看看花了多少钱吧，好吧，先看花多少钱啊。4000变成了1600，花了2400啊，2400 QB 啊，2400 QB 抽出来两个枪，就是一个枪其实就是1200啊，一个枪1200，就是把所有的都抽完了，对不对？那是这个2400啊，2400的话，这个暂存箱不当处理是有点过分了，我们来分解个东西试试看让不让吧，好吧。哟，你看，这个分解啊，它倒是可以分解。大哥，那这分解都让分解了，你为啥不让发送，不让发送邮箱呢？再说对不对？太脏了啊！你看，哎，我的天哪，这玩的是啥？这天美，那对了，你这什么鬼呀、啊？天美，脏死了！我抽完奖不让我领东西，大家知道吗？天美套路真的脏啊，真脏，脏死了！分分钟暴露自己肮脏的本性啊！耶！喂，去，真的是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了。再抽，重新选择奖励，看看游戏啊，看看游戏吧。不行了，朋友们，真的啊，有点恶心了啊。2400 QB 进去了，结果不让兑换啊。我们看我们的黄金武器啊，手枪、刀都有了。刚刚又弄了个刀，看一下啊。先看这个近战武器吧，两个王者之风，再加刚刚那个是三个王者之风了。看一下手枪啊，手枪，副武器，手枪在哪里？手枪是近啊，副武器也是两个。哎呀，好恶心呐、啊，天美啊，你脏死了呀！说实话，这换的话就应该换刀啊，不应该换别的，知道吧？为什么这样子说？因为别的都可以抽出来，别的在那个王者荣耀这个，不是王者荣耀，在这个超级礼包当中就可以抽出来，所以说咱们这个王者之心的这个礼包里面就会带手枪。所以说兑换的话千万不要兑换手枪，兑换的话就兑换这个小刀就对了啊。不过我们再试最后一次啊，要是还是不让兑换的话，天美你给我等着就行了，我今天晚上就去睡了你，我必须让你啊，必须让你亏到家，这怎么回事呢，哥们儿，你这完蛋去，现在抽不了奖啊，这三个哥们儿发了疯一样的，三个人轮流的来找我这个轰炸，我也是醉了，对不对？太脏了啊，暂存箱，再试一下啊，发送，真的不行啊，那算了吧。那咱们就先不发送了，好吧，朋友们，这个天美是太脏了，给咱们玩套路竟然敢，行啊，铁伙子，你给我等着吧，我今天晚上啊就去睡了你，2400赚大了，这比抽那个火麒麟便宜多，火麒麟抽下来要花3000多，这个只花了2000多，太爽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咱们就到这里吧，下回再见，拜拜。